感谢，感谢大家的掌声，对，谢谢大家的掌声，感谢大家的掌声，谢谢。还好啦，从北京远道而来，来到台北，心里边，心里边特别的开心。Or not to be。心里边特别的。That is the question。你会说国语吗？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一上台就 to be to be to be 的？我说你是北京来的还是北港来的？北京来的，我一上台我就说北京来的了。我听你的口音不像北京来的吧？你别给我这儿捣乱好不好啊？不要这样嘛。啊，我们各退一步。怎么叫各退一步？你也别说自己北京来的啊，我也不说你北港来的。那我哪儿来的呀？你算北七来的。我哪儿来的？北七来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台湾人啊，称赞人家长得特别帅。北七。哦，说人长得帅就是北七。那我北七，我承认，没错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对，大家不要这么羡慕我，对对对，我北七，我承认我北七，我现在状态不是很好，哎，你等我状态调整一下，我更北七，哎，我北七，对对对对，我确实我北七，我北七，黄以豪大北七。哎呦，还好啦！你们哪里来的？真是，我说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呢？干嘛一上台说我北七呀、啊？谁北七呀、啊？你北七，你北七，你们全家都北七。喂，还好的。大家跟我家里人很熟是吗？真是，不是。我们相声演员不就得逗大家笑吗？对，是逗大家笑，没有上去说我北七的呀。不是真的，真的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讲究人权呢、啊，不能拿观众开玩笑。那倒是。身为一个相声演员很悲哀，没错，对吧？我们就只能自己作践自己，相互的诋毁我们就只能苦中作乐。是。我上台我能说谁？我就只能说你吗？我理解。我就只能说李丁傻，对，李丁笨，李丁蠢，李丁北七。李丁脑子进水了，李丁，我是你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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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悲哀。哎，我觉得你说挺开心的呀。你没有感觉到我背后的哀愁吗？我感觉到了你的满足，小豪。干嘛呀你？怎么了？废话，你想干嘛呀？啊？什么？我想干嘛？咱们上来演《王子复仇记》，对不对？干嘛？你上来你都诋毁我这包袱？你还记得《王子复仇记》呢？我写的节目我能忘了吗？所以你就弄糊涂了吗？什么叫我弄糊涂了？我都听糊涂了，你这太跳跃了，你。你感觉到我的思维很跳跃吗？一上台就觉得你没说人话。那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个跳跃的人呢。我感到了悲哀呀。咱们北曲就都是这样的演员了是吗？我再悲哀啊，我也没有哈姆雷特悲哀啊。哈姆雷特怎么悲哀了？哈姆雷特脑子进水了？哈姆雷特北七呀？我是他爸爸，我是他爸爸，我是他爸爸呀。他爸爸死了。哦，真，什么时候死的？早死了，死400多年了。没人告诉我呢，怎么？他爸爸就是死了，这是哈姆雷特四大悲剧之一。什么什么？你再等会儿，别，哈姆雷特什么什么的？我捕捉到了你的槽点，小浩。怎么了？什么叫哈姆雷特四大悲剧之一啊？哈姆雷特，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啊。
你把四大悲剧全按哈姆雷特一人身上，哈姆雷特受得了吗？那哈姆雷特四大悲剧，你要说是谁？莎士比亚四大悲剧、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？说什么呀？说的是哈姆雷特的爸爸、嗯、让他爸爸弟弟给害死了、嗯、哈姆雷特闻讯赶到皇宫、嗯、参加了爸爸的葬礼、嗯、发现他爸爸弟弟已经娶了他爸爸的媳妇儿、嗯、哈姆雷特的爸爸在梦中告诉哈姆雷特他爸爸的死因真相、嗯、哈姆雷特决定替他爸爸报仇，以告慰他在天堂的爸爸。哎，小豪，你是特缺父爱吗？怎么那么多爸爸呀？这就是一个替父报仇的故事，这我听得明白，这我听得明白啊。所以在哈姆雷特怀疑他叔叔，也就是他爸爸弟弟的时候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简单说，简单说，简单说，他说出了这句经典的台词。台词 ：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the question。什么意思？翻译成中文呢，就是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个问题。不是，那你这形象也不对啊。怎么了？人哈姆雷特上，人拿着一骷髅上来，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个问题。你拿一苹果上来，什么意思？你拿苹果那。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，吃了我发胖了，因为现在太晚了，九点以后吃水果、啊、这糖分太高，来来来来，那照你的意思，我拿骷髅上来呀、啊？我上哪给你找裤头啊？我说骷髅，裤头，骷髅，裤头，可无哭乐一无暗黑楼。文化差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差异。什么呀？不拿骷髅，你拿裤头上来，那更不像，我还不如拿苹果呢。你哈姆雷特，哈姆雷特拿一内裤上来，这干嘛呢？他想啊？你想象说穿穿还是不穿，这是个问题。哎，瘦不瘦？这个这是是这个，我这不是我的，对对，这不是我的内裤。哎哎，我和那些妖艳贱货不一样，我得穿自己的内裤。不要误导观众，不要误导观众。你拿苹果上就不误导观众啊？不是。你让我拿颗骷髅头上来、嗯、观众看到我有神经病呢，多恐怖啊。你都这种病情了就不差这一点了，那得拿骷髅上来啊。挺好的，什么挺好，谁教你拿苹果上来的、啊、我们团的、哎、呦，还还还还你们团还赖你们团、哎、这个、啊、你们北曲就都拿水果上来演哈姆雷特是吗？不是这个问题，你怎么不抱着榴莲上来，不扎着你吗？不是怎么呀？你还怎么骷髅？你下你拿一西瓜上来好吗？拿西瓜来，西瓜你倍儿沉，大西瓜，哎，还想你还厉害行不行啊？你拿西，你要不你拿西瓜上来呀、啊、你？啊！我说你呢，说你呢，干嘛？什么手势？说你还这样 ？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the question。我，你这也太过分了吧？这也。怎么了？我说什么拿什么？你好，你看你那模样，一大西瓜抱一小西瓜，你觉得好看是吗？怎么讲话呢？哪有这样的？好家伙，我说西瓜你就拿西瓜上来，我说茄子呢？那我就抱茄子，你自己穿的跟茄子一样。你说他你穿的不也跟茄子似的吗？怎么啊？咱仨真般配，俩茄子带一西瓜啊！打远处一看跟老虎鸡似的，还没中奖，还都什么包袱呢？不是挺好的，什么好什么？你撂着撂着，你撂着你撂着，我都不太想西瓜摔碎了都、嗯。你干嘛呀你？你还不如他呢你啊？怎么了？你看你是抱哪有抱西瓜？你不嫌沉是吗？你知道什么是王子复仇记吗？就上脸。我当然知道什么是王子复仇记了。还有还你还知道？你说你给我。王子复仇记讲的就是哈利波特的爸爸让他的爸爸谁谁谁看。你先等一下。后来呢？谁？哈利波特。哈利波特。啊王子骑个扫把复仇去是吗？不是这个名字，不是，不是，哈士奇特。我操！哇，你真奇特、啊，你又错了。哈姆太郎，我又改老鼠了是吧？哈，对了，哈哈，哈哈哈！你乐什么？你乐？你乐什么？你乐？怎么了？我都把他压着我，你离我远点。怎么了？你会演吗？你会都不会演？哈！你我当然会演了。你会演？我们都会演，不光他会演，我也会演。啊！哎呦，行，哎，那行，那今天咱们三个人，哎，就在这演一回这哈姆雷特，哎，大家看我们仨谁演的好，行不行啊？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个问题。是否应默默忍受命运坎坷之无情打击，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乌鸦苦难为敌？此二抉择，究竟哪个叫崇高？死即睡眠，他不过如此。死去，睡去，但在睡眠中可能有梦。啊啊！
梦中的精卫，啊是精也是假。什么什么？你等一下，你管风雨怎样在吹，永远不敢清醒。梦中点灵的话，虽然只有鬼故哎。你怎么会啊？我唱的，你指西瓜干嘛呀？不是，他怎么会啊？你怎么会啊？因为我是北七来的。丢不丢人呢？我怎么会？大陆人帮你接台语歌，你像话吗？你丢不丢人？你们俩真够丢人的了。怎么了？不会演，你还在这演哈姆雷特？你要演国外作品干嘛？谁不会演？咱们演个自己的作品行不行啊？我们观众拿节目单上面写的就《王子复仇记》呀。对呀、啊，是啊，这是一个替父报仇的故事吗？对呀、啊。什么？你等会儿，你先别对呢。你说什么？什么替父干嘛？替父报仇啊！替父报仇。他爸是运动员是吗？哇，过人投篮，爸，我来拿，你起开你！你干嘛你？有这样的吗？你小剧场太丰富了。不是，替父报仇的故事。报仇。那对替父报仇的故事吗？对啊。对啊，那国外这国内当然有复仇啊，替父报仇，那国外才有王子啊。那有复仇不就完了吗？只要有复仇就行。对呀、啊哎。那太好了啊！你换。这样，我们来一个，武松斗杀西门庆。这是替兄报仇，咱们要说替父报仇。潘金莲下毒，这是一个故事。武大郎，你看过别的书吗，小豪？我真以为你看的是《水浒传》呢。其实看的是《金瓶梅》。我让你补充了吗？就不要动手。什么《金瓶梅》？你知不知道替父报仇？你说一下。替父报仇。花木兰，那是替父从军。咱们要替父报仇，就得替父报仇，必须替父报仇。那我们现场编一个啊，现场编一个啊，杜撰一个。比方说这个魏竹瑶，把我害死了，害死了，你特别的难受，我难过，于是你把他杀了，把他杀了啊，这个就叫做替天行道。啊，占我便宜了，你还想？我说，就替父报仇能不能说？替父报有没有？哎，你说，我听听。我没有了，没。没有你，哎，什么呀你？掩饰我的羞怯。你尴尬吗？我习惯了。习惯了，这是挺悲哀的，我觉得。再悲哀也没有哈姆雷特。没有哈姆雷特的。你们怎么又回去了？对，替父报仇。替父，咱们自己的有没有？要不然你说一个。我说一个。你说一个。我说一个，咱们演啊。好，咱们来一个，替父报仇。咱们来一个什么？咱们来一个。赵氏孤儿，哎，这行不行？经典好戏，哎，替父报仇，好戏好戏。那这个故事你给说说，你给说说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凶什么？爸比，你会唱小星星吗？别，我说，谁这么凶呢？怎么这位？别，我说说完，我说，好不好？你别惹他，我不惹他啊！这赵氏孤儿，赵氏孤儿说的什么？说的是这个春秋时期，啊，晋国大将军屠万古和相国赵盾结仇，这个屠万古预设奸计害赵盾全家，在赵氏孤儿出生当天，屠万古派人杀了赵氏孤儿的爸爸，他爸爸的爸爸，他爸爸的哥哥，他爸爸的弟弟，他爸爸的妹妹，他爸爸的姐姐，他爸爸的老婆，就灭门了。赵氏全家300余人惨遭毒手，哇，300多人，得亏我拦住了，我的妈呀！他爸当时念叨活了，谁得叫我？我还没有死，我还有我的心，对不对？灭门了啊！哎，成婴啊，在这个时候道出了赵氏孤儿，啊，用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代替赵氏孤儿赴死，将其抚养成人，最后。替父报仇，这就是《神雕侠侣》什么玩意儿？你先落下来。不是你在台上行为受自己控制吗？干嘛？哪有你这么肥的雕啊？怎么就《神雕侠侣》都出来了？不就是这就赵氏孤儿，这就是这赵氏孤儿啊！这样，我们分一分角色。好，那。哎，蛀牙，你演谁？什么什么？谁？你先等会儿。蛀牙，蛀牙干嘛呀？人叫竹瑶，人家。哎，龅牙，你说的对。我保护你呢。好了，你别惹他。你演谁吧？你演谁？我来小龙女。我。
那你演杨过？我不演杨过，我演雕。我也演雕，我也演雕。你们谁演杨过？没人演杨过啊！杨过断了手还瞎了眼是吗？怎么了？不是，我又不知道我们现在到底演哪个情节。哪情节也没有小龙女啊，宝贝儿。别，这怪我，这怪我，我没说清楚，好吧，我们定一下，定一下，我们演那个程婴的媳妇儿、抱着孩子藏到了公孙楚舅家的隔间里，公孙楚舅啊，看赵氏是一波嘴里，公孙楚舅啊，人特别的好，公孙楚舅啊，想要咒赵氏孤儿，公孙楚舅大人呐，别杵了，别杵了，舅舅都漏了。你让舅舅再坚持一会儿，坚持不了。屠万古听闻此事，派了押着程婴 到这个公孙楚舅家拿人。我们就演到这个地方，演这段、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可以啊，好啊。那我们分配一下角色。对，你演程婴，我演程婴，我演屠万古。好，你来那赵氏的孤儿。好。我来什么？赵氏的孤儿。我开车把你们家谁撞了是吗？什么叫肇事的孤儿啊？我有驾照吗？十八以上才能有驾照呢，知道吗？不是肇事的孤儿吗？这没有，不是肇事孤儿啊。对，你演肇事孤儿。肇事孤儿啊，那就这样。不行，我不演。为什么？我演个婴儿是吗？我也不会说话，哎，光哭是吧？那不行，显不出我来。那你打算？我演个成年人。成年人喜欢成年人、哎。那这样子吧，我演陈英，你演我太太，怎么样？我还能演孤儿吗？还是这个比较好吧。演嘛演嘛演嘛，先等一下，你先不不，你听你听听听我说，听我诸位，哎，对对，诸位，你站好了，哎，你像个成年人一样站着，好不好？哎，对对对。你到底谁演谁？我演他太太。确定了？哎，对，我演成年人，行不行？没啊，岁啊。你别调戏我了。不是我都说台语，你怎么还听得懂啊？是您的手势都出卖你了都？你们团都这么说话是吗？黄一豪今天演什么节目啊？不舒服，大爷乐一个，不舒服，不舒服，就是就是，搞定了啊，搞定了，来，你把这抱好，你把这抱好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就是赵氏孤儿，赵氏孤儿，赵氏孤儿还没孵出来呢吧？抱一大蛋是吗？不是，这孩子都下绿了，都这不像这个道具嘛？加这个就行，加这个像加一脑袋，多好。这么小一脑袋，这么大一身子啊！你看小脸红扑扑的，跟小苹果一样，多好，多好！这是我见过小脸最像苹果的孩子了。赵氏孤儿，宝宝别哭啊，别哭！哇 ，to be or not to be，that 意思。不要乱动啊！啊，我不乱动。你这么乱动，孩子有几个脑袋都得掉了，知道吗？那怎么办呀？这沉，孩子主要是沉，这孩子。你在隔间躲好了。不要乱动，哪有隔间啊？这桌子底下，这隔间跟狗笼子似的，这隔间，关你刚好嘛？你怎么说话呢你？不是豪哥，你得用台语跟他说。对、啊，管理我听见了。走，那讨厌呢，这俩人脾气很大。哎，不哭啊！哎，屠万丹，屠万丹，孩子真不在这儿啊！我就不相信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。这孩子要哭了能把我吓死，我吓尿了，我哥。你蹲下，哗哗的，没你的戏，你蹲下。哎呀，屠安大人，屠安大人，孩子真不在这儿。你带这么多人来搜公孙脱臼的大人家，你有没有想过公孙脱臼大人的感受、啊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？公孙脱臼大人不容易、啊，所以你就带这么多人来给他正骨来了是吗？什么叫公孙脱臼？这是脱臼，这是公孙楚臼，楚臼。我找到这个节目的快乐感了。你说的对，对的，听清楚没有？楚臼。哎，孩子够沉的。楚舅，听好了，说好，好好说。大人，大人，孩子真的不在这儿啊！我就不相信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，我要发出巨大的声响，把他给吓出来啊！不要啊，不要！大人不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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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人不要！哎，这胖子，你比他丑多了，你知道吗？
媳妇儿，你怎么铺路了？对，我再不出来，你都把这墙给我撞倒了都。还不出来？这谁呀、啊？这图案谷，这土拨鼠啊，这是。我是图案谷啊。对啊，我头回听说图案谷是一啮齿类动物。哈姆太郎是吗你？角色刻画没有没有，你图案谷，你角色刻画图案谷，晋国大将军，人晋晋国大将军，这好吗那个？威武一点，对不对？哦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嗯，接下来我们好好演。哦，好。刚才逗我玩了是吗？都。哎呀，大人，突然大人，突然大人，孩子真的不在这儿啊！公孙大人，你再不把赵又廷叫出来，谁？休怪老。你等一下。谁？赵又廷。你给他起的名字是吗？我又不是赵树海，轮得到我起名吗？你还知道赵树海吗？不能叫赵又廷啊，这孩子。要不然他叫什么呢？赵氏孤儿啊，名多逊啊。逊也得赵氏孤儿，好不好？赵氏孤儿啊，孤儿。再不把赵氏孤儿叫出来，休怪老夫无礼。孩子真的不在我这儿。嗯，你听听，那是什么声音？喂！长音。休想蒙骗老夫！这，公孙大人，不要挡住老夫的去路！站住！众将官，给我搜！得令！公孙，我扎死你！啊！程英，不要拖着老夫！大人不要啊！大人不要、啊！程英，不要拖着老夫的脚啊！大人不要啊！大人不要啊！那孩子跟我有关系！哎，这戏跟我没关系吧？你蹲下。还挺累的，是不是？你们俩玩挺嗨的呀！啊，这里没你的戏呢。对对，那你告诉我戏在哪儿？你先喝口水再上来，行不行？你马上就到你了。我怎么这么不信呢？我马上到。你们俩那边好，又是什么图案谷，又是公孙楚，又众将官，又谁谁谁的？我抱着孩子在这儿，我们俩都快开花了都。什么时候到我？那么多角色分我一个行不行？分我一个，求你分我一个啊！分我一个，我抱着孩子分我一个啊！宝宝不哭，宝宝不哭，妈妈带你回家，走回家。站住！休想用这种计策蒙骗过关！我小豪，你入戏够深的呀！你把孩子交出来啊！我不交，我不能交，不能把孩子交出来，不能交！你不想成命了吗？程英，你听我说，快把孩子交给图案大人！程英，你听我说，把孩子给我！程英，程英，给我！大人，你把孩子抱走吧！哼，算你识相，识他妈什么相啊！看吧，大人，您把这半拉孩子也抱走吧。你都完成任务，孩子让你弄死了，你啊，下班吧，赶紧回去吧，就。你会不会演戏？怎么演那么乱七八糟的呢？哎，这我得替他说句话啊。你看这个戏里面这么多角色，这么多人物，他一个分饰多角，他容易乱嘛？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哎，我看他挺满意的他。你要不喜欢，我们换一出，必须得换一出，换一出行吗？必须换一出，好啊，那换一个啊，那你出一个，这样换一个，我先有个提议好不好？怎样？哎，再还的话，我不能再演什么这个什么妇女啊、媳妇儿啊、孩子，这不都不行啊？你打算演？我得演一个男的，男的，演一男，你看我像个男人吗？哎，演一男的，不说我都忘了，什么都忘，顶天立地，男子汉，大丈夫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我得演一个主要的。行吗？行，你要跟你听清楚了，他要演主要的，对，没错，他得来主要的，来主要的，他得主要，他就是主要，你知道吧？主要，豪哥啊，知道，主要，我主要我上医院去行不行啊？什么的，你干嘛呀？就是主演，明白吗？对，他要主演。哎呀，不是，太残忍了，不是，主演，主要角色。你说男一号不完了吗？对，男一号，我来男一号。对啊，我来男一号。你挑个故事，我挑个故事啊。什么故事？咱们来一个相声演员熟悉的，好吗？啊，咱们来一个，哎，咱们来一个什么呢？什么呢？我想想啊，咱们来一个，我得好好设个奸计，我得来一个什么？我来一个王佐断臂说书。哦，八扇屏里头有这个八扇屏，没得，八扇屏是八扇屏，八扇屏都陪着他说。对，这我们相声演员都得会，都会，对吧？八扇屏，你给说说，你给说说，要不咱们换个故事吧？你们俩是说相声的吗？
甚说相声。你说，我说吧，还是我说吧。你说。这个王佐断臂说书啊，说的是金宋交兵，宋朝名将陆登陆老爷的遗孤陆文龙，让杀父仇人金兀术抚养长大。后来呀，王佐献计欲说降陆文龙，王子将陆登之死，画成一张画图啊，藏在法纪之中，并将自己左臂断下，从此和小龙女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不是，这没有没有，你别想，干嘛呢？没有扬过小龙女的事儿，这里头不是断臂都跟小龙女吗？小龙女受不了，小龙女啊，都跟小龙女干嘛？怎么了？不是，要不然接下来。后来啊，他就这个策反了这个公子啊，替父报仇。对，哎，那我们分配一下角色，哎，好，可以，好吧？这个我来，我先挑，这个我先挑，你先挑，我来王佐，行吗？好，主要角色王佐，好，来啊！哎呀，来呀，干嘛呢？这是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哎，二位，不是，干嘛？哎，亲爱的，你不是，干嘛？这干嘛？你就要跑了你，你还跑了你？不是跑什么？我不跑，我不跑，不是，好了，不是，好了，要拍照趁现在，拍照趁现在，干嘛呢？我怎么了？我是谁？王佐，王佐给肯德基代言呢是吗？现在。王佐怎么这样呢？王佐断臂不是说了吗？我把双臂都给断了。你来台湾说书比较有诚意。不是，人断一个，我这胳膊怎么断的？我上厕所让门给夹断了是吗？你的方法很新颖啊。没有，不是，这不是都断了？你就断臂完说书就完了，你干嘛呢？我还说书？说书、啊、我怎么说书啊？大英雄扭向回头，定睛观瞧，原来是个胆大的贼人。只见王佐探背绑了宝刀，来来来来来，大刀之上来个夜战八方，藏刀是。冷静，不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抱歉，抱歉，这设定有点失误，讨厌你这个。对，你这样，你打算作弊出来，假装就可以，是吧？假装一下，我一背手就算，这臂断了，行吗？哦，你就打算这样欺骗台湾观众是吗？假装我怎么欺骗台湾观众了？你不是假装吗？我来台湾演出，我还得把胳膊留这儿是吗？我不是说了诚意吗？没有诚意，那这假装，你懂什么叫假装吗？那后边还有乳娘呢，你准备怎么欺骗观众啊？那就这样吧，就本来就得这样嘛。我来乳娘，哎，我也来乳娘。你撂，干嘛？难看不难看呀？这个怎么还俩乳娘？王佐干嘛去了？王佐说书慰问妇联会去了是吗？啊，孩子饭量大，没有俩乳娘，俩乳娘孩子，这孩子是俩乳娘喂出来的，这是。哎、不是，那怎么办呢？人工怎么办？不是你，他是乳娘，你来陆文龙啊？哎，我演小将军，好啊。来，金兀术也是眼瞎了，认这么一干儿子。哎，你把这个道具拿好了。我拿这道具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就是王佐献的图。图？哎，这图这是。你得把图啊藏在脑袋后边。我能把脑袋藏图后边行吗？我把图藏脑袋后边还藏不了，这太大了，藏不了。这样，我们演那个王佐挂画献图那一折。哦，从这儿开始演，方便可以吧？那行，对啊，来，藏不住了，对我拿着图啊，画线图。儿啊，随乳娘看看这张图。图还真沉。娘啊，那张图上讲的是什么呀？啊，这图说的是啊，由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，再加上台湾呢今年降水不太好，哎，所以西瓜的产量呢，但是这些绿的这，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？丁哥，你说的对不对？我们先不评论了啊。王佐断臂，你得一只手拿那个图啊，对吗？一只啊，一只手，我两只手都拿不动了，我还一只手拿，不行，这图太沉了，跟孩子我就觉得已经很沉了。这，行，换这个，得拿手绢，对，这可以吧？这相图，这相图，一只手拿，这我能一只手拿，这一只手拿，来，啊，儿呀，这就行。随乳娘看看这张图，娘啊，那张图上说的是什么呀？这图啊，这图我也得仔细看一看。这图上的故事，你这样我们看什么看呢？你把图展开了呀。展开，我们怎么展开啊？我这，你想想办法展开了。哎，好，就这样啊。儿呀，随乳娘看看这张图。娘，那张图上说的是什么呀？公子雄浑，
对不对？王先生，你说呀。说就是。王先生，你王先生说的是什么呀？我王先生，我说话呢，我说话呢，我。我叼着这图，我怎么说话呀？嗨，你北七眼夹着是不就完了吗？夹着北七，小北七夹着可以吗？夹着夹，夹着这样，这样是吧？这样啊，这样很好，保持下去。哎，夹着。儿啊，随乳娘看看这张图。娘，那张图上说的是什么呀？我觉得我这样才像北七呢，我。哎。啊，看看这张图啊，这张图啊，这图啊，这图说的是我6岁开始学拉小提琴，后来啊我就有后遗症了，就这脖子就只能哎只能这样，只能这。说主题了，主题，这图说的是在想当初。儿啊，我看明白了，我还没说话呢。你本不是五竹亲生之子，哎、乃陆老爷之后，你父死在金人之手，你还不替父报仇，更待何时？公子闻听，顿足捶胸，立即倒反军营。这一仗只杀得乌珠瓦泄冰消，皆是王佐之力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“哎、洞庭湖口自文臣，万里说降陆文龙，凌渊长眼诛仙阵，万古流传苦人名。”八堂街，你别说了，娘。